开始，已经开始了。没事，没有人知道你打嗝的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姐姐说我头发发色又变浅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做了一个中分。哎，姐，我昨天没有直播，没有给大家说端午节。安康，没和你们说端午节安康。啊？没事，我点的是这个歌单叫《路很长》，温柔的事一定会发生。嗯，行吧。没事，不重要。我直播十几分钟就关了啊。我感觉头发都变白色了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太漂亮了。我本来想买可乐的，但是最近一直在喝可乐，很久没喝去。我看一下这个啊，其实也没有很多，我以为会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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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他估计是单子上写太小了，写错了。奶瓶连个麦一会儿，现在吧，先跟他连一会儿。因为刚刚本来说让他来吃的，结果这个分量还是太少了，那奶瓶没得吃了。嗯，他怎么没有在开麦呀？啊呸，啊怎么没有在直播呀？对吧，我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结果不能出街这几天，有点发根，我等我拉票的时候再去补一下。不来吃啊？是吧？憋起来一下。我是看到他不是叫什么，他不是今晚去吃了好吃的火烧鱼吗？把我看的嫉妒死了。我真的很久没有，我应该算是没有中分过，因为我之前做的中分的造型都非常的叫什么，都非常的吓人，所以我一般不做中分。Yes，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。张老师，能把我拿个东西吗？那个，我的公主礼盒。对，不是这个，是那个。嗯，因为我穿的这个衣服怕有点那啥，给你们看。嗯，我其实是公主来的。其实是公主来着的，而且对我们公主化妆都是用这种。萨瓦迪卡！天哪！
亮晶晶，水晶晶，水晶晶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脱下这个链子，塞。要是给我卡断了，我的面子就没有了。藏在里面，我还是可以看。漂亮。我要带着这样去迪士尼，他们会把我赶出去吧？不对，哪有回家被人赶出来的？不至于啊，会被抓起来的。他会让我留在城堡里吧？对，会让我上花车，就比较富贵了。带得进去？谁说带不进去了？插出去。忤逆我？还有两根头绳呢，对，绑头发的头绳。头绳也得用这个绑上，戒指不小，我跟你说，戒指完全不小，这个是你们可望不可及的，你们绝对戴不上，只有我一个人戴得上，好吧？再露出标准的八颗牙。手还不能这样挥，要这样挥。这个不适合我，我适合。这才是我。这才是我，我是鱿鱼公主。都说是海的女王，哎，海的女儿，其实是，你看，鱿鱼。不能让它冷了，其实冷了就不好吃了。还有猪大肠，太优雅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吃这种优雅的吃东西。好香啊，哇，已经凉透了。拔
亮拔亮的。咱不知道山啥，咱是，咱这个微微辣有点过于辣了，我要投诉他。张老师，嘿嘿，咱要吃饭了，咱要把裤子拉高了。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没空吸附，对，就平时都要吸附嘛，然后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一心二用，得遮起来。真实哪是这样吃的，真实肯定是这样吃。今天看反图，感觉我说今天有啥反图啊？今天俺没出街，你是看到哪别人发给你的图包吗？还是上班？上班的我都很狼狈，因为很素，然后又都在躲闪，你知道吗？但我真的瘦了一点，做造型的姐姐还跟我说觉得瘦了。啊，看胳膊瘦了不？那没有，胳膊还是很粗的。对，这肉串根本没有我的牙缝大，真的不是我夸张，我觉得它肯定没有我的牙缝大。我还点了这个香菇，找个音乐。谁把我的照片印在这上面啊？一看就是我的。一时不知道哪个是我，一时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话。找不到一个好听一点。公主，哦，我突然忘了我是公主这件事情。公主就要哈，食人间烟火，我还食人间猪大肠。
好硬啊，好硬呀，不能出声出气的讲话。肯定吃得完，怎么可能吃不完呢？那咱们两串一起吃。一，这个耳环还蛮好看的，不得不说哎，比起我在拼多多拼的那些，好像显得都很奢侈。真的还挺好看的，这个链子也蛮好看的。辣吗？我点的是微辣，一点点辣。看这个手上，哎呀，这个大肚子露出来了。给我一个空纸袋，还有一张。没有，我要擦一下我的手。嗯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粉丝送我的这个包。哇，我去过几次迪士尼，每次看到大家买，从来没有买过里面的周边。哦，有买过一次，跟小高一起在里面买过一个戒指。因为我觉得太贵了，一个这样的包，而且我平时很少背，看到我现在也是一个拥有它的人了，好可爱呀！天哪，太可爱了。嗯，还是可爱的，很可爱，我会背的。背背，我会背你的。这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奢侈的包了。哎呀，头发吃进去。好的，不好吃。磨砂。要把它挂在门口。看到没有？迪士尼给我搬的。我要把它挂在门口。也不给人一个挂钩。下班认真看信的样子，还蛮好看，真的吗？嗯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这个钻也好大，不过这个戒指戴的我手指的形状有点怪异，就是能看清楚，能看出来吗？是硬塞进去的感觉，就是这一个关节已经被挤得不像样了。有些事情不要勉强。没事，转一下就出来了。俺的手指，你看这种儿童款只有我能戴得了，好吧？
还太松呢。嘻嘻，明天还得抽空排练我们过度公演的歌。对，因为我感觉之前不是像现在嘛，就是今天晚上这种公演就是就上四首大歌，除去彼岸花这种还是唱的，就相当于说只有三首大歌。然后以后从18号之后开始就会上6-7首了，就比现在多好多了。对，能够看到我更多的舞蹈切线了呢，站在了更前面的位置，非常的不错哦，就没有，对，美女压力比较大。摄像大哥就切我近景啊，偶像觉悟就在于你抬头的时候都怕有人截你上下巴的图。偶像觉悟知道吗？打扮的隆重是，对，我好怕哦，一会儿开了个帖说我炫富。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断章取义啊。好富有啊，突然觉得677粉丝不给677投票，竟是因为677在直播间炫富，并且对炫富带黄光吃烧烤，还点了不是60串，还点了100串鱿鱼。咱不吃，就是闻着味儿。站位在哪个位置多呀？我这样想一下吧，我就重要的位置应该就是跳副歌的位置，对吧？因为副歌一般跳的比较多，其他站位都是走来走去嘛。我想一下，第一首歌这样想，第一首歌是左边偏中间多一点，第二首歌呢是右边多一点，但左边也多，就是它都是那样，你知道是这样的，一段主歌在右边啊，一段副歌在右边，一段副歌在左边。所以第二个还是我觉得都还蛮那个的，对，都是因为我觉得你的方向我的方向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舞就是到处跑来跑去的多，但左右都兼顾一点。有几首歌的站位都还蛮中间的，一首两首三首，大概有3-4首跳的时候都在一和一左右，反正都还挺
挺好的。那这样吧，反正以后一直都是跳这一套嘛，也不是说跳一次就没了，所以你们跳一次就知道我哪边多了。都有，因为我觉得不偏，坐中间不是。我准备关直播了，专心吃完，早点洗漱，拜拜，下次见，886。